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。晋升的。画太子这个是第几次？今年壬寅年的水平印象怎么样？可以画到一下。来年天出出来的时候，跟太子八面，这个地方有特别的调整。好，就是张之慧换成张真颖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平移迁，因为他最近有点项目，所以宫内让他退出宫里，所以这个部分会一样会改成张之慧这样子，这边都会调整。对呀，那高速下雨了，那雨点。
墨子子有个泥丸。泥丸，确定懂？确定懂。另外一份是地图针对北巡，然后有一些纳管的一些事项，就是我们要准备的前置作业，这些地址都已经有跟大家做宣布，然后有规定什么时间要把它完成，那只要说明，那这个地址会跟你的地点不止放在哪里去掌握这些所有的物品。目前进香人数是99位，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在寻找的，所以就像这座位啊、吃饭座位啊，这个的去做，还是40位做调整的。
新的被测试的机身机体们可以去到中心开始敏感度很高，然后会让你重症也会去下面推上去，还是下去拿古堡，然后再把悬吊车推上去，开上去。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之前有一些说直接开上去之后说不行，要从下面推上去。Thank you.
善礼，先喜皆由下主时的护驾法门而来成就的愿望。诚挚教化，那变成我们这样在想。弟子有想法，就是说，当你先把神那个神教的宝啊，要宝先拿下，你要跟拿，然后把神教车开上去，等我们神教上去的时候，再把神教车推下来，这样可以吗？等于说货车在上面，神教货车在上面，但是神尊神教车没有下来，等那个谁我们的神尊啊，那个机身上去的时候，就开始放下来。这样是我可惜第一包，第一包都先拿，都先拿，先到了下面的先拿第一包，还是要货车上面增加这一些？对对对，那等机身，我们机身下完神轿到上面去，走到上面去的时候，要把神轿车把神灯推下来，这样子。还有你的羊肉炉。
要说啥？要。可以说上面可以放东西啊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。